其实在球场上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面。对，因为他要先发，昨天我们有啦，就住同个饭店啦，就饭店聊天而已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比较少，也是蛮少有机会住同一个饭店嘛。对，就是饭店回去有聊一下啦，对啊。先聊啊。对啊，聊少棒。对，我们在看比赛。那个 U12 总教练戴教练是我们国小的教练，然后就聊他这样，大家聊一下。小偷被他骂，他怎么骂人？会怎么骂现在这批选手？现在没有感觉都没有那么凶了。那以前带我们的时候就比较严格严厉一点了。现在看就是说，怎么比较和蔼可亲呐？不过还是 OK 啊，毕竟有年纪也不要冲动。他讲的，他讲的，我没有讲话。裴鳳昨天晚上讲的，我没有讲话。你们还记得你们的以前是怎么变成好朋友的吗？邻居，邻居没有了。我们也住蛮近的啦。对啊，其实我们家长也都蛮好，就是之前爸爸跟他们家人都蛮好的，对啊。因为家长会去球场接我们啊，他们大人会在那边闲聊这样。我听懂对方吗？你不会讲，个性古怪。我觉得他还好，他就很正常。通常都是我在摆布，他有时候想讲话就一直讲这样，对，然后有时候会不太没有在听他讲话。他就是干话很多了，真心的话没几句。双子座的嘛，就是比较有两个人格，有时候要观察一下他是哪个人格，现在在跟我相处，对，要注意一下。有时候一号人格出来要小心一点，他如果二号就可以比较轻松，一号的时候他可能比较容易。踩到他的地雷，爱生气啊！对，我就会稍微退一下。那他爱生气的点是会因为什么生气？不一定啊。像我说，我现在这样讲这件事情，他今天不会生气，明天就生气了。你看，搞不好像现在这样笑笑，然后回去看到这个录影片录放出来，他就生气了。不会啊。他说他在讲什么？没有那么夸张吧？第二个是什么？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一个看得出来，他的脸就会现在是第二人格，笑，可能只有他看得出来。因为我被他笑。蛮常被凶的，就是我们有一边发脾气，另一边就，什么有一边我有跟你发脾气过吗？有时候吧，就是我们会就冷静一下这样，就知道他就不要理他而已，不会吵，没什么好吵的。就小时候长大就不会了，小时候会恼羞，长大就不会了。小时候就我不理你啊，我不理你，不要。他现在就觉得算了，随便他，过了就过了。现在也不会了啊，现在干嘛？现在不会吵架了，现在不同队几率比较少。如果同队可能就会吵了。如果一直相处可能。如果我跟他同队，搞不好他丢不好，比如说我跟他搭，他丢不好，搞不好又生气了，又说不定了。不是啊，谁丢的就丢不好不会生气，他丢不好骂我这样，搞不好有机会了，我不知道啦，搞不好有。以前有发生过吗？以前，不会，以前都对我蛮好的啦，以前没有什么丢不好。对啊，他出来就都在赢，没有在输的啊，所以没有。没有，可能他蹲比较会蹲啊，就是护嘴啊。就是像现在这样，就讲讲干话，没有我们没什么正经在聊天啊。有啦，上次他被那个球迷说那个，对，那时候有正经聊天，30秒。对啊，一下下而已啊。就问他说，不要加油这样，然后后面就又变这样了。但是还好，就顶多加油啦，是干嘛？对啊，烂了。对啊，这种比较多啦。其实前面正经，然后一定会有后面一定就是酸啊。还是会找昆宇跟金凯。不会，昆宇会聊天呐、啊，昆宇会聊啊，昆宇这样好，他不会安慰人，没关系，真的，你下次录他不会聊天，他真的他都会这样，是哦，他都会敷衍啊，他可能跟靖凯比较多话吧，他们高中也蛮常连在一起的、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他比较怕生，不敢跟陌生人。他骗人啊，他假的，他都是假装的。对，我看到他乖乖的，我是看到他，我就远远的这样。那你会对他发脾气吗？昆宇吗？怎么对他发脾气？没有啊，他就是人缘很好嘛。因为他脾气很好啊，他什么都好，谁都爱他。蛮多的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是那个有一年，我们那个第一年打那个木棒冠军，对，那年我比较深刻，因为那是我们第一次拼争第一次拿冠军。对，然后冠军战。就对古堡嘛，就是比较像死对头，然后就给人家玩头玩疯，我觉得蛮猛的，对吧、啊？就是玩疯，其他的话就还好，这些把古堡玩疯，我觉得蛮厉害的。可能他配球比较好。哦，教练配的。教练配球。我是这一场，我不知道他了，他是都一样啊，认真一样，认真一样。你们看到对方哭过还是什么？哭过。输球蛮常哭的、啊，那时候就输球都会哭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也没有难过、啊，就是一个气氛就要哭。你不哭，等一下人家说你，但是他讲没有认真这样，没有啊，就是那个讲那个我没有讲，他讲
眼泪要流一下、啊。我觉得没有，我哭是真的哭。啊，我是觉得大家在哭，我就啊好了。我们很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同队。还是要蹲一下吧，帮我蹲一下啊，那么久没蹲了。我觉得那个一个弹跳丝哈，一直丢。蛮期待，就是可能希望努力啦，可以穿上这个吧。我现在只能穿这个，努力。然后我那边还有，你去哪边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努力靠我自己啊，然后看可能有机会喊暂停上去骂他。平哥，我一直很想骂他。平哥，陪方在抱怨了、喔。没有，我是说我很想骂上去骂他，我很久没骂他了，他丢不好才会想骂。不会啊，哥，我们上来没骂过人，好不好？现在看他现在丢一五五一五七在丢。爸爸要丢到我，可能应该会生气。他都不会很直接讲啊，他就会回去这样，你看我 OK 这样。我说哦，对不起。这个你要我们分开的时候，你这样录他不讲出什么？我们都被网友误会，其实我们没有这么好。那网友讲讲，然后变得很好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都被他杀，我都找不到他。他现在都念刷数据啊，什么刷数据？我头要死要活哎。哎、欸，连球都碰不到。我学生时期都没有三振过他，要还的吧？我打一成多而已，就他打自杀棒上来就在偷笑了。我没有笑，哦、一个出极速了，一个出极速了，这样。不是啊，好朋友就是要这样啊。然后现在就江坤宇，好朋友。你看他们两个不好，江坤宇打到三成多，你看我都打一成多。什么叫真正的好朋友？对啊，江坤宇没礼貌。这就是真的好朋友，就是这样啊。勉强好一下、啊，还好啦，还好有认识啦。球迷想看什么，我们都知道。有认识，有认识。你们还要看什么留言？一开始说真的会，因为你一直搭档都是他啊，你就觉得其他人蹲起来蹲。真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会自己站。标记一下，扶手标记，标记 IG。对，那时候是陈岭吧？那现在没蹲，是陈岭吧？应该是陈岭。陈岭，陈岭，你不介意吧？现在都没蹲了。致力于您的富足人生，凯基证券。